嗨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21666816的主播苏苏，一首《兄弟想你啦》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现在都没整明白，为啥你要选择离开？还记得小时候玩的玻璃球，还有你最爱喝的大碴子。其实我每天都想家，也总想往家里打个电话。外边的日子也闹心巴拉，我在这儿嘎我也贼拉想家。兄弟啊，想你了，你在哪嘎达还好吗？也不说主动打个电话问问这边咋样啦。兄弟啊，放心吧，我在这嘎达挺好的，过年我就回家来了，你就等着瞧好吧。等我回家，我不明白你到底追求啥？身在异乡，你过得还好吗？外边的床不比家里的大，晚上冷了你要盖点啥？过年高低我肯定回家，记得帮我常看看爸妈。咱哥俩到时候好好说说话，小烧酸菜你可准备好了。兄弟啊，想你了，你在哪嘎达还好吗？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问问这边咋样。兄弟，等你回家，记得双击转发评论哦。